别动，要挡住它就不疼了。你的脚比以前好多了，知道吧？疼不疼？比以前那个脚多严重？疼不疼？马上好了。 这边也要修一下。哎，来了，保护口罩。啊。这个牌子是你的。哈哈哈。哎。哎呀。那干点什么玩意？马上，这个拍完就行。那这个折这个地方有点卷。 这里是。嗯，对。先把这个血清理掉哈。那一直流血吗？血吗？哎，刚才走撞了，不知道流多少。看好了。 这种猪牙不容易消下去，对吧？不容易。对，时间康复时间比较长。这种猪牙因为跟那种猪牙不一样，有一种猪牙它干的，发黑，那你这种不干，这种会结很多层疤，慢慢慢慢退下来就好了。以后3个星期或者1个月过来修一次脚就好了。 等一下，赶紧去，我要需要那个。大概吧，有8点。
这边也不修到最下面了。这有点皮给弄掉吧，这个地方。这最下面头还中间头，中间这里啊。就有一点点。嗯，那就被修短吧，也不修到最下面。这个地方。好，就在那里，对，就在那里，就在那地方。这两边有一点不舒服，是吧？嗯，这两面。我去，老来我怕，心里紧了。你这好修，你一点都不用怕，一点都不疼，这个。修的时候你脚放松就行，整个放松，修的时候不疼的。这个啊，这个怎么能修好呢？你这好多了，你看你以前多严重。这玩意长疮就倒刺。长疮。嗯。那脚属于中等，不是很严重。不用紧张。也不疼，怎么可能会疼呢？你心理作用。就心理作用啊！就是这个，我让那个弄破了。上个礼拜。你这边严重，你知道吧？不是修的，就是长一个那个沟。包药的吗？对。哦，是过来拆的，是不是？不是拆的吧？这一个礼拜就能好了。这不拆吗？我意思是不是就是换药的嘛？就是过来拆的，不是换药的。包一个礼拜了吗？在上礼拜六。啊。过家今礼拜来的。这个一百多来点能好。要看，这是第一次包吗？啊，对啊。是淌血了。怎么会淌血呢？你怎么老想着淌血呢？红的，只要扎的时间太长了，没事。你脚很好修的。嗯。